倾听那些真挚的声音，飘着苍夜晚的声音。你说他要是不换回来我会不会只问这个问题，他要是不换的话我能接受吗？我这样起码能降低一点伤害吧，就是我的牌库给他让他摸一下的话我可以接受吧。你大不了他娘的我跟你互换一下呗。不换我血亏不会吧，我靠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的样子啊。哇他的牌难道没有扎实点的吗？我靠他变防炸了，那没关系我跟你玩呗。打是打不死我吧，你打得死我吗？啊下海了啊，完了这波下海好笑。这我问一个问题，他如果打我脸的话我打得死吗？我一回合拿这么他哪来的血啊，我问你们哪来的强血啊。你说一个战士的话，你我那套牌组里面哪张牌是强血的你拿出来说一下看，没有吧，我大不了跟你脱皮了呗，我也有战王者之牌的，你别搞错了好吧。但是叠甲那有点吃力，考虑一下要不要换回来。这个人怎么就打疲劳我会输吗？不下疲劳值是关键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反正把血买起来，你让他下好了。妈了个鸡，你给我换回来贱人。快难买他的牌里面能不能稍微来点扎实点的，比如说什么比较好玩点的牌啊，海盗战你就不能来点真实点的吗？八张牌，不对啊，我问你们一个小小的操作，他不会到时候直接把我的牌再换一遍回去吧？妈，你海盗战他们浓眉大眼叠了43点，怎么搞的？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，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。上次的沙滩，球鞋手表袜子
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。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妈的变色龙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打着打着换牌库也就算了，这卡走再也不玩了，一个试金贼都抓不到啊，玩了几把一个试金贼都没有抓到，气死我了。